你好，你好，你喜欢在台湾吗？喜欢呐。你在台湾过得如何？也不错。你今年几岁？我现在32岁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菲律宾人。你来台湾多久？我来台湾6年了。要不要学我做的飞镖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是不是很难啊？不难。Let's start。太难了吧，我不要。很简单。那你教我什么？好。好吧。Let's start。开始了吗？开始。难道没有教我啊？好像刚刚我比较喜欢那个刚刚哎。Are you not finished? Not yet finished? Yeah. 还有哪里？ Not yet finished.